好，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款热拉提，这个是注水口，这是排气口，这是溢水口。我们注水的时候插上注水管和排气管，同时使用啊。然后开始注水，注水的时候这边如果流水的话表示加满，溢水就是要放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注水口的管子插到溢水口，开始溢水，你一定要跟这个管子同时插上。哎，这个就是开关，这是电影开关，操作时要把它打上啊。进入我们夫妻啊射频界面，这是累积次数，这是循环的一个总次数，一到九档，通常我们调成四到五即可。这是夫妻鸭的一个大小，我们一共有九档，通常调四到五即可。这是清理键，这是能量调节，通常有300瓦，通常我们从18开始，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能力慢慢往上加，即加即减。这是工作的一个时间，为60秒，通常我们一般都用5至6秒即可。这是间隔的一个时间，1到2秒即可。这是冷冻开关，这是开关，这是保存键、返回键。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单极射频，这是总能量，这是清理键，这是能量。总一共的话是有300瓦，通常的话我们是调45，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能力即加即减。这里呢通常调为20秒即可。这是制冷键、开关、保存键、返回键。好，先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夫妻鸭双极探头，这个是单极探头。单极探头呢，像这一个小孔，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红外温度传感器，这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红外温度传感器显示，还有一个开关，也有个脚踏开关。好，现在我们首先第一步是先做夫妻鸭手柄，调好界面，画好线，准备操作。操作时我们要稍稍往皮肤提升，一定要贴平皮肤。贴平皮肤。指示灯亮了，说明它在操作。指示灯关了之后，重新脚踏开关。